林允宣布终止与 CK 合作，团结就是力量。中国代言人还有谁？林允的这个举止得到了大家的赞赏与认可，表示她身为一个普通女明星，不是顶流，拿到每一个代言所付出的努力都是我们难以想象的。可当问题上升到国家层面，她当机立断，才一天的新代言说解就解，维护国家形象，云杰 slay 全场，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，林允终止与 CK 合作。8月13日已经发布公开声明，林允，好样的，虽然就应该这样做，但我们还是要为你的果断决定点赞，此处应该有掌声。最近多家外国品牌出现对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表述不准确的问题，与他们有合作或曾有合作的杨幂、江疏影、易烊千玺、林允、任嘉伦、刘雯等明星纷纷做出正确选择，宣布终止或声明已经停止合作。很难想象一个公民能够以不爱自己的国家而立足。